这一盘呢是我两年前播的，无刺肥花玉，或者是石化肥花玉胶无刺居，但我忘记了爸爸是无刺居还是妈妈是无刺居。但基本上呢，这个最近蛮多人有这种东西的，所以我可能我只会留几颗自己喜欢的。那基本上呢，我应该会挑，这颗，就是这么小，小时候就无刺的，或者是这颗，看起来有点石化的，就是有些原子也有，然后这也是。石化吗？就是紫吹吗？就是会一直长痘痘，这个也蛮常见的。或者是这一颗观察看看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可能这一颗，再来就会留一些有紧的，可能留几颗有紧的，这个，或者是这一颗。其他我大概就会处理掉了吧，没错，就这样啦。咦，这只蜥蜴看起来好恶心。